我们大家都是从小看着李大哥的这个节目长大的。你也接着补这一句话啊。其实我有时候也碰到一些那个六七十岁的阿伯阿公啊，他就看到我，哎呦，我祖孙喊就听你唱歌唱歌大了。还是牛哥，我也是祖孙喊夸你那个。你还 OK 啊？你看我碰到那六七十岁的。好，颁奖颁完，我们要看这个优质的节目了。是的，因为现在呢，接下来的表演呢，可是天籁美声，在这个超级魔王大道上获得总冠军的林俊逸，要带来呢一系列的组曲、哦。不得了，自从他出现了以后哈，我们这个费玉清小哥啊，顿时这个少了很多的这个收入哈。哎呀，可以休息一下的。哎，不是这样子的，不一样的感觉。哎，我们掌声欢迎。林俊逸，大家好，我是林俊逸。梅花不管在什么样恶劣的天气，它都永远这么坚韧不拔。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跟在座的大家一起共勉，一剪梅。谢谢。真心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心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来这边唱歌，那也谢谢金狮奖能够给我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表演给大家听。我觉得站在自己的家乡唱自己的歌，让我觉得很光荣。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经常的到外地去做演出，所以就会一直常常会很想家。那接下来这首歌，其实它是在讲关于家的，关于你的故乡的一首歌，它对这片土地有浓浓的情感，送给大家这一首《送你一把泥土》，谢谢。就这个泡啦，咸咸。我觉得谢谢。我觉得做电视是一个梦想，那电视是一个传播梦想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接下来这首歌，它就是在讲一个关于梦想的歌。我们希望自己的梦想让全世界都听见。谢谢。谢谢玉米，谢谢你们。
钢琴上面泛黄照片，节拍器伴奏着童年，我身边发现你微笑的脸，唱着想着心也暖了，多少个深夜还不肯睡，只为了每一次表现能完美，我心中不奢求还有多少机会，努力没有终点就要继续追，走过岁月走向明天，分享更多欢笑泪水，受过的伤擦干的泪，更加坚定信念，勇敢去吧，不管未来有再多考验，让世界都听见，在我心中最初的画面，美丽旋律划过天边，唤醒多少青春热血，风雨过后出现蓝天，就要展翅高飞，我坚持我信仰，梦才会发光，让世界都听见我唱出骄傲的梦想，说其实不遥远，就算你我短暂相遇又将离别，珍惜每分每秒拥有过的一切，走过岁月走向明天，分享更多欢笑泪水，受过的伤擦干的泪，更加坚定信念，勇敢去吧，不管未来有再多考验，让世界都听见，在我心中最初的画面，美丽旋律划过天边，唤醒多少青春热血，风雨过后出现蓝天，就要展翅高飞，我坚持我信仰，梦才会发光，让世界都听见我唱出骄傲的梦想，爱永远是我的力量。梦想要让世界都听见，谢谢，谢谢，谢谢林俊逸精彩的演出。这个天籁就是天籁哦，而且他唱歌真的是零缺点，我觉得好像比费玉清还费玉清哈、哦，真的。那小哥我跟他主持过，他唱歌是属于那种我们把他自称为自摸歌王，有没有？他唱歌很喜欢哦，在摸自己，在摸来摸去的。啊，他刚刚这可能是因为现在没有模仿，所以啊，小哥很奇怪，他每一次唱歌的时候头都喜欢看上面。嘿，我有一次问他，我说：“哎，小哥，你为什么奇怪？他唱歌都要看着上面？”他说：“不是，我怕那个灯光掉下来，万一砸到我了。”啊，接下来要颁发这两个奖项，最后这两个奖项是特殊贡献奖跟年度系统表现奖，当然。要请到这个重量级的人物，我们请到的是
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的局长朱文清朱局长，还有我们宅男女神翁之曼啊，一起来颁奖。欢迎两位颁奖人。典礼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里我要首先恭喜所有今天得奖的公司跟个人，非常恭喜你们。另外对于台中市政府的协助，我也再次表示感谢。另外未来公司这次的精心策划，我也在这里一并的感谢，谢谢你们大家的协助。那今天我要颁的这个第一个奖项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一个奖项，叫做个人贡献奖。我们今年把这个奖项由原来的个人特殊贡献奖，刚刚楼主持人讲到特殊贡献奖，我们已经把特殊两个字已经删除了，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鼓励有线电视的在第一线工作的工作同仁，例如今天在座的各位，即使你今天没有得奖，即使你自认为你只是一颗小螺丝钉，但是小螺丝钉小任务是最伟大的。对，没错，这个局长讲得非常好，小螺丝钉才是最伟大的，就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才有现在有线电视的蓬勃发展。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个人贡献奖，请我们的局长先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得奖的是重缺，这个非常遗憾是重缺，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重缺的奖项。我可以请问我们的局长说，为什么会有重缺的情况吗？这个也许这个奖是非常不容易得到，有几次都是重缺的现象。我希望我们不要去年，我们明年大家再接再厉，谢谢大家。是的，个人贡献奖听起来是比较这个压力大了一点哦。这次重缺，但现在相信呢，在明年一定会有一个得奖者出现的，大家加油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是年度系统表现奖。所有的颁奖典礼的高潮都是在最后一个奖项，我们金狮奖也不例外。今年这个个人不是这个年度系统表现奖，是我们这个奖的奖金最高是25万元。那得奖的人必须是十项全能，必须在自制节目方面，在推动数位化方面，在社区服务以及经营公用频道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今天的大奖要奖落谁家。是的，好紧张哦，这个要十项全能，而且呢高达25万的奖金。我相信奖金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样的肯定，到底谁可以获得年度系统表现奖呢？好紧张哦。得奖的是新永安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恭喜。恭喜新永安有线电视公司，非常恭喜啊。谢谢，我仅代表新永安有线电视公司领这个奖。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文化部，也非常感谢我们评审委员给我们的肯定。你们的肯定呢，我们会再接再厉的努力，
所以我们是一个在台南的小系统台，资源有限，可是我们会继续的加倍努力。那更要感谢我们新永安全体团队不眠不休的努力，让我有这个机会，有这个享受这个荣耀。谢谢，谢谢你们。新永安祝福大家平安快乐，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得奖者，恭喜恭喜我们得奖者，谢谢，谢谢。谢谢，也要请我们的局长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中间。真的，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个电视有线业者对台湾的这个电视行业的贡献啊，这个尽心尽力、无怨无悔的贡献。是没错，由于呢有线电视系统业者还有所有的同仁们大家一起的努力，才有今天这么棒的成果。所以102年金视奖在地金视，我们光耀云端。我们102年的金视奖圆满结束，谢谢你们，我们明年见喽。下次见，拜拜。谢谢。